那资料，我整理也需要时间。我是觉得这个做法有点过时哎。你们刚刚开会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？妈的，我在受够，老娘明天就干死！我应该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才可以po文吧？那毕竟社群是半开放的平台嘛，不能这样公审吧？案子的资料刚才已经没有给大家了，麻烦大家今天下班前回填，把专案时程表给我汇整。下班前就要？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发想吗？毕竟这些东西……他刚才不就已经对过需求，也讨论出企划方向了？就照刚才讨论的，先拉出一份大纲，让我先跟客户对。加上收到资料，我整理也需要时间，可以的话就今天下班前先给喽。我是觉得这个做法有点过时哎，为什么不直接用线上专案管理就好了？这样大家随时都可以同步。另外汇整资料，万一不小心误植，要花更多时间。如果你不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建立哦。很好，就照同威说的，看到没？这才叫效率。对了，朱姐，明天的会议我已经帮忙联系好可以看口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计程车资。毕竟我们业务平常拜访客户，交通花费是比较贵一点，能省则省嘛。哦，看我们家同位都懂事啊，还懂得帮我省钱呢。没事了吧？没事就散会。朱姐，安迪，没事，我们在哪？别来，老娘才懒得理你。你们刚刚开会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就是同威姐啊，她限动 PO 的是在说什么？啊？我截图给你们看。死八婆！有效率，好棒棒的线上表单呢！线上文件已经建立好喽。啊，没开放编辑权限怎么填？再麻烦喽。已经开放喽，谢谢妮娜提醒。妮娜姐，刚刚客户打电话来说，等等聚会晚半小时到哦。收到。哎，太精彩了，陈司令，你刚做的超到位的。哎，妮娜姐，你看又有了。你看。妈的，我在受够。老娘明天就干死！来，气死！三稿，你限动碰那一堆是什么意思？有话当面讲清楚啦，哈！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了解你在说什么，而且社群是我的私人空间，我应该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才可以po文吧？不是啊。大家都在同个办公室里面，有事不能好好讲吗？那毕竟社群也是半开放的平台嘛，不用这样公审吧。可是我觉得同威讲的也没有错哎，社群要 po 什么是自己的自由。你现在在公审小马尾鹏，现在背锅什么意思啊？哈！啊，黄玲，那你不要激动啦。黄玲啊，新案子的专案时程呢？你们不是用那个什么线上表单？应该可以给了吧？是，朱姐，我现在马上传。资料为什么都不见了？最后编辑者陈思玲，资料呢？可能是我刚不小心按到什么，对不起啊，妮娜姐。所以我才说要用 email， 至少会有记录。现在你们说要怎么办？散稿，都你出什么馊主意啊？关我屁事啊！哦，好了好了啦，大家赶快想办法把资料救回来啦。帮我分享
讲节目资讯，结果一个只吹捧自己，一个话也不好好讲，不知道酸我还帮我，一个就只想要签名。大人的社群真的好难懂。已经开放喽，谢谢你那提醒。哎，好像我不对，对，好像是贱的，对，我发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妮娜姐，刚刚客户打电话来说，等等就会晚半小时到哦。干嘛？怎样啦？我刚刚推太用力，我总觉得在卡到，超烦！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好友相聚了？东森好朋友秋生活节来啦，准备来报复性秋一波！9月19日，快来挤爆美堤和平公园！